怎么可以那么专注？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今天是圣诞节，所以这是你的圣诞。Merry Christmas！ 哇，还穿了圣诞。可以那么长嘴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吃很多零食了。啊？你要看一下我这碗汤圆。No。你想想，你这个坐姿真的很可爱耶。OK， 小妞，你也太热情的欢迎！哇，你的圣诞新衣对不对？不能再把它咬坏喽。